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安利中国市场部营养培训方妙玉，大家也都叫我妙妙。哎呦，真的很漂亮哎！谢谢谢谢。见到你，一会儿的话很麻烦，你要帮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安利的一些拳头产品和明星产品啦。好，借着妙妙来到这里，我们要不要直接给我们的直播间小宝贝们带来一些福利呢？哎，那必须的。今天不是说是我们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吗？但其实是妙妙我首次打卡进国会。妙妙是第一次来到进国会，对不对？对对对，所以我心情特别的激动。好，那就今天可以直接给我们的粉丝送来一大波我们的健康大礼，好不好？好呀。我们这样好不好？就妙妙想个暗号吧，然后我们让评论在互动区里面打出来，然后我们会截屏，通过我们的云直播以及一直播两个平台的小宝贝们都可以获得奖品。我们第一次大方点好不好？直接各抽九位怎么样？哇，是两个平台对吗？两个平台各抽九位，好不好？好呀。要不要想个暗号吧，让大家在公屏上打出来。我觉得既然咱们是打卡进国会嘛，而且是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不如让大家就来刷一波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好不好？好，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让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中踊跃的在台幕上滚动起来，好不好？然后我们会随机截图，然后我还54321，一直播是截图，然后云直播的话会自动系统抽取，然后抽取中的小宝贝呢就赶紧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填写上去。一直播的小宝贝怎么样中奖和了解到自己的中奖 ID 呢？关注我们的安利官方微博，我们置顶微博会马上之后会统一，然后把我们整个直播三次的抽奖环节截图给到大家，然后中奖小宝贝私信我们客服，好不好？好，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滚起来了。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一定要打对哦，打错的是没有用哦。我们在评论上有看到大家在踊跃滚动哦，大家多打打，我们要开始看截图了，好不好？我们小伙伴准备好了吗？不知道大家都刷起来了是吧？安利三度打卡进国会，好，我们要开始抽取了。我们截两次图一直播，然后云直播的话会自动抽取。中奖的一定要填上你们的个人信息哦，没有中奖也不要遗憾，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的福利给到大家，会陆陆续续抽很多健康大礼，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健康大礼有些什么，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健康大礼有我们安利提供的复合益生菌小蛋白粉贝利健三款明星产品中的随机一款，好不好？准备好了，5 4 3 2 1，截图。好，我们一直播再抽一波，一共要抽两波，一共要九名，然后云直播也是直接抽九名。好，那么喊5 4 3 2 1，我们截屏好不好？5 4 3 2 1，截屏。哎，猫咪，你这样送出去的这个产品真的是我们的明星产品，真的吗？我们直接可以看一下我们超级赞。今天展台有在吗？啊，没有，今天因为我们是进博会的现场嘛，所以呢，我们没有把我们本土的这些明星产品搬过来，但是呢，我们是从海外精心挑选了。直接看海外进口产品了吗？一共有18款的明星产品。真的好激动。哎，要不我们既然抽完奖送完福利，跟大家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我们先到这边来。我们叫这边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其实在进博会跟大家见面的都是我们安利在海外非常非常热销，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有海外购的平台。海外购，喵喵，我想替网友问一下，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一块区域的话都是海外进口产品，对不对？对，就是其中有一部分呢就是在海外购平台可以购买得到，然后有一部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云购平台可以购得到，还有一部分呢，待会妙妙来给大家揭秘，就是还没引进中国，但是这些产品是非常的赞的，马上就会引进了，对不对？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关键要看市场的需求，对对对，如果妙妙介绍完之后大家觉得特别喜欢，那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不好？好，我先来给猫咪推荐一下我们安利的这一款，我有天天服用，真的，我很喜欢。我估计你服用的是我们本土的贝利健，有点不一样，我不是三个。对，这个呢是我们海外版的一个贝利健，是我们实现营养均衡打底的一个关键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国内的贝利健比起来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从两片变成了三片，它把它分为维生素片、矿物质片以及植物营养素片。而且我跟你说，这里面的植物营养素片可就厉害了，
这个植物营养素片里面包含了22种的植物提取物，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由姜黄、胡皮素以及迷迭香组成的一个专利抗氧化的组合，大大的提升了这个植物营养素的抗氧化力。好，它跟我们国内的贝利健一样，是可以帮助大家实现全面足量均衡的营养补充。再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外包装的话是这样，在这边刚刚妙妙有提到的，我们这一款明星拳头产品就是每天都需要服用的，对不对？是的，它可以帮我们补实现这个营养均衡，还可以提升免疫。当然这款呢是海外产的产品，大家进入云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内版本的贝利健也是非常好的哦。对，好，这样的话进口版本的话是3颗，每天服用3颗，对不对？对，每天的所需要的维生素啊营养成分都包含在内了。好，那除了这个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叫做辅酵素 Q10。 那辅酵素 Q10 呢，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当做我们心脏的一个发动机，它可以给我们心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以及动力的。那可先，好像就是它可以就是缓解我们的比如说心血堵塞的一个现象存在，对不对？它最关键的是让你的心肌泵血的力量更足哦，这样。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个辅酵素 Q10 哦，单单他的一个发现就已经是诺贝尔奖的一个肯定了。真的假的？那我想问一下，他服用的人群的话在区域在哪一块？哎，非常的广。那个在美国，美国是建议哎普通健康成年人每天都要服用30毫克的辅酵素 Q10。 每天都需要，从成年人就开始需要服用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款同样也是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特别有帮助的，就是这个，这个叫做卵磷脂维他命一片。这款真的是从小到老都可以值得推荐的一款产品，就从婴儿都可以开始，就是儿童啊，它是一种咀嚼的这种片啊，它是咀嚼片，就还蛮好吃的，对不对？对，还蛮好吃的，还蛮好吃的。关键是这个卵磷脂它有什么作用啊？首先，这个卵磷脂呢，它去到我们的血管里面，它可以好像洗洁精一样把你的血管给清洗干净。那难道它就是甘道夫吗？清道夫吗？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如果它去到你的肝脏之后呢，它可以去促进这些脂肪的一个代谢。然后还有，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去到你的全身，去到你的皮肤，可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水嫩。哎，那确实是，就比如说人体里面的很多脏垃圾给排除在外的话，你整个的一个皮肤的状态真的是会由内而外的透亮，然后色斑也不容易诞生了。它这个关键是因为它是我们细胞膜的一个重要成分，细胞膜的一个重要成分。然后还有，为什么说小孩子也需要卵磷脂呢？是因为小孩子的这个神经纤维的发育，它需要用到卵磷脂做一个原材料。所以这两款大家都可以在海外购的平台去，海外购平台也可以买得到。那在这里呢，因为我今天这个呢，我觉得他们这四款绝对是我们的 C 位明星营养。这款呢叫做健络精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健络精华。那健络精华呢，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料呢是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呢，它是我们骨骼关节里面的这个润滑剂。而且在这个健络精华里面，它不光有葡萄糖胺，它有菠萝酵素，它也可以对这种抗炎啊、止痛啊、对付水肿啊都帮助特别好。确实是，刚刚有提到菠萝酵素，其实大家也知道，菠萝的话它有一个消炎、然后去水肿、然后有消食的一个功能在里面。对，所以呢，我觉得这四款产品啊，就是我认为的我们今天展区的 C 位明星营养担当。 C 位担当，如果有些小宝贝没有购买的话，可以去尝试试试看，在我们的海外购平台有购买哦，可以赶紧下单。对，这3款在我们的海外购平台就可以找得到哦。而且自从它进驻我们海外购以来，一直都是我们伙伴心目中的Number One， 对 ，C 位担当，明星营养产品之一啊。而且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过，我们今天的产品的话都是我们推荐给大家，很多都是可以满足我们一家老少整个一家人的一个健康和我们的一个平时的一个膳食的平衡。对，所以你看好像刚刚这四款呢，不光可以送给家里的长辈，其实也是我们全家人健康营养的一个选择。然后呢，这边我还要特别给猫咪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的益生菌系列。不用益生菌
这个益生菌系列呢，它是分为三款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成年的复合益生菌，这个是儿童款的益生菌，还有我们女士的。为什么会分不同的人群呢？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其实益生菌是我们的好伴侣，不光肠道，女性的私密处啊，然后儿童整一个成长过程，它都需要益生菌去提升它的免疫，稳定它的整一个免疫系统。所以呢，针对不同的人群，就进行了不同的配方设计。真的很贴心。一般外市场上面看到的益生菌的话，一般的话就是一种，对，就男女老少通用。其实这样不太好，就像刚刚妙妙有提到，就女性所需要的成分和男性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它针对的部位不一样。哎，比如说这个是肠道里面菌群的平衡，那这个是女性特定私密处的一个健康平衡。而且我告诉大家，在挑益生菌的时候，其实我这次来到进博会就有一个很强的感触，我就趁着我工作之余到处逛逛，我就发现，哎，要找到一款宣称它在保质期最后一天都能确保活菌100亿的产品不容易。对，其实是很难的。就比如说它在它的运输方面啊，以及它的一个储存，然后其实别人说好像就是它的一个包装也是很讲究，因为它包装的话其实有一些专利在里面，可以保存我们的益生菌持续的一个鲜活的状态在里面。其实一个是包装，另外一个其实要看你的菌株的活性。就是我们选的这个菌株呢，它本身就生命力很强，它可以耐胃酸、抗胆汁的这种强酸强碱的环境，它才能活着去到你的肠道。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一系列的益生菌是可以确保在保质期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都能够有活菌。最后一天都有这么多的活菌在里面吗？对，活菌100亿，100亿，是的。我们大家小宝贝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整个讲解过程，因为一会儿的话，我们礼物是提问，好不好？我们的整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已经在我们妙妙和我们讨论和研究的过程中偷偷告诉你们了，好不好？我刚刚有提到100亿哦，悄悄告诉你们，好不好？放个水在那边。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活力担当了。好，然后呢，猫咪，我看你。哎，其实我说心里话，那么你刚刚说过益生菌，其实很多小宝贝和我一样，就是会有便秘啊，以及肠胃不舒服，很需要益生菌。除此之外，我们最需要的女生或者男生，其实疫情期间大家都一直在家里，就吃完坐着睡着躺着，然后大肚子都有了，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塑形黑科技给到大家呀？不想做小富婆，对不对？对。当然，刚刚的益生菌也是非常好的调整你肠道菌群。那除了这个之外啊，哎呦，我的塑料普通话又出来了。塑形黑科技，赶紧拿出来！我们有塑形黑科技的三剑客给大家推荐一下。真的很有资格给我们推荐，大家看一下妙妙的身材，哎呦，都是非常的好。站在你身边，妙妙身材非常的好，快点告诉我你们的小秘密好不好？哎，但是我就是按我们安利健康塑形打卡，28天就瘦了20几斤。什么？是真的？大家听一下，28天瘦了20斤。对，我来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黑科技，真的完全要透露好不好？首先这个呢是挡糖的无糖液，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挡脂的纤脂乐，切近景，举个手。哎，那个看一下啊，这三款产品就是塑形黑科技，我来给你好好讲讲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啊，它们各司其职。我跟你说，首先我手里的这款呢，它叫做纤脂乐，那它是从绿茶里面提取出这个 EGCG， 而且我们有专利技术把它包裹去到肠道，有什么作用？提问。其实我刚刚妙妙说到绿茶，我眼睛就发光了。我平时每天吃完油腻的，我都会喝一杯绿茶，够不够？不够，因为呢，光泡绿茶是泡不出里面的有效成分的，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包裹住，把它的一个绿茶的最重要 EGCG， 然后包裹住进入到我们的肠胃，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颗在什么情况下特别好用呢？比方说，猫咪，你有没有试过要跟朋友去撸串的？就是吃火锅的，火锅啊，烤肉很油腻啊，你就大鱼大肉，忍不住肥牛肥羊要送嘴巴里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吃上我们的纤脂乐，因为呢，你吃进来的这些脂肪去到肠道里面，哎，纤脂乐可以进去里面 EGCG 哦，它进去之后帮你挡住这个脂肪在肠道的吸收。而且呢，它去到你的肝脏里面，它还可以减少你肝脏里面的脂肪的合成。
那减少合成，你所有的脂肪其实吸收完之后，你想啊，你猪啊、鸭、对啊、鸡啊的油脂肪都囤积在肚子里面，要去，然后肝脏里面，真的好可怕，无法想象哦，真的是。对，它要去肝脏里面去合成。工作，是的、嗯。所以呢，而且它还可以去掉全身、嗯，促进你脂肪的一个燃烧。所以这么小一瓶，真的吗？是的，非常非常小一瓶哦，还可以盖。然后除了这个是挡住你的脂肪吸收，大鱼大肉就要用它，好不好？我们切一个近景。好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会发现哦，其实平时让我们长胖的不光是脂肪，还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各种糖，还有糖分啊，对吧？淀粉、糖类都是每天必须的，就感觉不吃就不快乐了。但是吃了你可能就长肉了、啊，不吃不快乐，吃了又长肉也不快乐，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那就是你手上的这个无糖液。那这个无糖液它里面有腰豆精华跟大豆精华，它是双重挡糖。就很多很多大家去选的时候会发现，它只挡淀粉，它不挡蔗糖。其实蔗糖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存在非常多。对，所以像这个呢，它是双重的一个挡糖。那挡住糖跟挡住脂肪之外呢，其实你们发现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练马甲线，练线条，对不对？对，马甲线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为什么？每天我和你说，我几乎差不多6个月打卡健身房，我的马甲线就是只有一点点，真的太难了。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肌肉，肌肉不够多。一个是可能你蛋白质的摄入不够多，另一方面可能是你身体合成肌肉的这个效率不够高、效率不够高。所以呢，你会发现为什么练不出线条，明明脂肪已经很少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如果肌肉量没上去的话，那你就练不出线条。对，那这个时候形体乐就可以帮助到你。形体乐主要的话是能够起到一个我们身体塑形的环节。对，它可以增加你肌肉合成的效率，然后呢也可以促进，然后我们的线条就会更加的漂亮了，对不对？对，这个要动起来的时候更好的搭配啊，运动的时候搭配一下，健身的时候搭配一下。好，哎，喵喵，我这边看到这块系列，我好像之前没有看到过，哎，很可爱，它好像像这种一袋袋小口袋的一样感觉，平时放在包包里很方便，这样的一小口袋。这是什么呀？我们镜头前应该有很多小伙伴都接触过，这是今年刚刚上市，从海外引进来的口袋营养。那这个口袋营养，我们现在拿的这三款呢，就是已经可以在海外购的平台去找得到，它分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然后不同的需求来设置的。哎，包装是这样大装的，对。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得见，它是它直接会标记里面有些什么营养成分啊，然后会放在里面，对不对？它好像这里面有两种。它这个呢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一个是早上一个是下午，对，晚上的时候它已经帮你都想好了。这里面有什么呢？就是海外版的这个，哎，你放下来我给你看啊，这个是贝利健，就刚刚看到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素。然后另外呢还有优质的脂肪酸，就是鱼油不饱和脂肪酸。鱼油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平时大鱼大肉，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止我们肝脏有那个脂肪的一个现象存在，对不 对, 对，鱼油呢它有辅助降血脂的一个作用，所以对关爱父母啊，其实年轻人也很需要。我觉得平时大鱼大肉的年轻人也真的特别需要，我平时大鱼大肉都会吃它，对，感觉可以缓解一下下。是，然后猫咪现在你拿的这款呢是黄金组合，黄金组合，对，就是特别针对于哎年长人群或者爱运动的人群，他可能经常哎膝关节有这种酸痛的问题，所以他加入了这个葡萄糖胺，对于养护关节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就每天这样很方便，我也不用想我今天得开什么瓶吃什么，你就一包撕下来然后到嘴里就可以，哎，这很方便平时。而且就是说父母的话有时候瓶瓶罐罐太多搞不清楚的话，这样一袋袋很特别的方便。对的，然后你看像针对到男士以及女士的这边呢，就特别添加了针对这两个人群他们的一些健康需求。比方说男士，因为男士呢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压力太大啊，经常熬夜啊，还有抽烟喝酒应酬多，那他的肝脏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这里面就特别添加了奶蓟草来护肝。那对于女士呢，女士这款，哎，女士最关注什么？内分泌的健康，对不对？所以呢，除了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素，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之外呢，还额外添加了女士非常需要的伽马亚麻酸。
哎，哇，海外很多女士都会经常特殊时期，对，因为它有月见草油提取的这个伽马亚麻酸，它对于改善内分泌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所以你看，就是针对不同人群、不同需求，定制好你的营养包。其实定制这个概念是越来越普及化，要么你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吗？就是定制的，就是专属于自己，这样我感觉会更加精确，知道自己该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不一样的人群、不一样的需求、不一样的健康问题，然后提到一个不一样的定制方案。你觉得这是趋势吗？我觉得是的，尤其这一次在进博会我参观了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是做的比别人要快一步，要早一步，对不 对？而且你看这种口袋营养，我觉得它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它最珍贵的是帮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补充习惯、营养补充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没有空，都是亚健康现在的人、对，而且我跟你讲，在我们海外呢，除了这三款以外，其实呢还有没有引进我们中国的这些系列。哎，我们让导播老师可以走近特写一下，比如说有基础营养的系列啊，然后还有我们心脏养护的健康系列，还有骨骼关节健康的系列，还有其中一个大家哎，别看它小身材，但是呢作用非常大，这个就是我们的免疫防护的一个口袋营养。宝贝，这个是这个吗？这个里面呢，它就有提取自针叶樱桃的维生素 C。针叶樱桃好像就是针叶樱桃模型，我给大家拿到了。这个针叶樱桃呢，和一般的樱桃不一样，它是绿色的，好像据说它要比 C 比红色的要高很多倍，对不对？是的，尤其在青红不接的这种阶段，这是我们纽崔莱特殊农场的针叶樱桃，就一定是选择这种状态的。而且除了维生素 C 可以提升免疫之外，这里面有一款明星产品叫做松果菊。松果菊、它可以快，刚刚有听到我们的产品哥哥一直和我说他特别喜欢松果菊这个系列。对，松果菊呢在印第安人使用已经上千年了，他们非常喜欢用。为什么？他发现它可以快速的去提升你的免疫，在一种特殊的阶段，什么细菌病毒感染的这种高危的时间，它可以帮你先打好这个盾牌。那在你感冒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情况下呢，它可以缩短这个进程，那还是蛮厉害的。而且最近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特殊时期还是很需要备一些这样的保健品在家里面，对的，能够满足我们一家老少的整个家庭的健康问题。哎，可惜我们这个松果菊在这个阶段是断货王，断货王，大家都很聪明，都赶紧已经备好货了。是，然后这款呢也是小小身材，对不对？但是呢，它这里面有的红景天的提取物，哎，银杏从容片，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有 SS 的一个能量的补充焦点。我感觉这个蛮适合女性的，听下来它的成分感觉。我觉得它是男女同吃，男女同吃，因为它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抗疲劳，提升你的专注力。所以你看，就针对不同人的需求，或者你不同生活场景的需求，你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定制方案，找到自己的专属的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款产品，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平时看到琳琅满目的产品，不知道该怎么选。今天听到妙妙这样详细的介绍，想必大家已经对自己一会儿双十一或者过一会儿下单什么已经了如指掌了，对不对？已经开始慢慢的已经按动小拇指在加购物车了。我看很多云直播的小宝贝。是的，当然这个摆出来的这18款产品呢，是我们整一个筹备组啊，就是非常精心的挑选，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海外的这个产品。所以呢，目前有些是还没有引进我们中国，但是未来可期哦。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下哦。好，那看完了我们纽崔莱的展区，我刚刚有看到很多宝贝在线上已经开始向妙妙提问了。因为妙妙今天跟我们讲安利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疑问，我们收集了一部分，然后妙妙给大家解答一下下吧。我们请工作人员拿上手机。好的，我来看一下。刚刚这位小伙伴他估计就是看见我拿出了增强免疫的这个组合。对，刚刚免疫的组合小小一盒啊，这一盒里面它有的就是我们的针叶樱桃维生素 C 以及我们的松果菊提取物。
那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可以把这个问题问一下。第二个问题是说，海外的贝利剑跟刚刚国内的这个贝利剑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刚刚大家也看到，它最突出的不一样就是从两片变成了三片。其实它一样都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素，这些给我们健康打好底子，帮我们实现营养的一个均衡。只不过呢，它里面的配方呢会有稍微的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各国之间，我们每个人啊，就是这个营养的摄入、饮食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具体的配方呢会有略微的差异。略微差异。嗯。好，那第三个问题啊，就刚刚大家提到的，未来这些海外产品会不会进入中国？也是我很想问的问题。其实呢，刚刚大家看到，其实大部分的产品已经通过海外购的这个平台来跟大家见面了。那其中呢，像刚刚说到的这种定制化的口袋营养，好，未来就要看市场需求了。如果呢，各位小伙伴，你们特别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或者说特别喜欢这样子的根据不同需求的一个设计的话，定制的产品，那可以留言再告诉我们，然后未来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让这些好的产品到国内跟大家来见面。嗯，时间关系，我看大家好多问题，我们先回答这三个，好不好？好的，好，谢谢妙妙的回答。我们今年的展台呢，其实我才这边看到一些很缤纷、很不一样的色彩那个区域。我带你过去看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可爱的小恩同学在跟你招手？招手好可爱 ！Hello，Hello， 小恩，你知道就是像刚刚所说的营养品呢，大家肯定都知道它特别好，但是对于年轻族群来说，他们可能更喜欢玩，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的小恩同学 ，Hello， 和镜头打个招呼吧。好可爱，他一直在等待我们。是的，小恩的话是整个系列的一个卡通人物，对不对？对的，他就整个系列就像小恩这么好玩，而且好吃。好吃，真的吗？对，你知道小恩他的定位是什么吗？年轻。哎，对，他是年轻，对不对？你看年轻人很爱吃零食，对，特别喜欢。就比如说下午茶，大家都知道下午茶桌子上一堆，但是我就是想要那种就是又营养又好吃的下午茶，可不可以？又最好不长胖，可以满足我吗？喵喵。所以他就把营养补充剂做成零食化，就像你吃一颗软糖，里面就包着维 C， 你吃一颗软糖，里面有胶原蛋白肽，你知道吗？我平时吃的软糖只有糖，这样很不好，而且容易胖，我觉得。而且这一系列的软糖里面是不额外添加蔗糖的，嗯。哎，小恩，小恩。Hi， 你怎么了？睡午觉了吗？我们一直互动一下吧，对不对？小恩在很仔细的听妙妙的回答讲解，而且除了刚刚说的软糖，还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吃的果冻，还有软糖，真的下午茶必备，然后可以偷偷变美变健康，真的是。而且整个区域我觉得特别适合打卡，要不我们现在先上现场打两张卡，和小恩同学一起好不好？跟小恩拍个照好不好？好。小恩同学是害羞了，Hello， 我们平时可以看到，就经常会遇到这样，就是很可爱的玩偶，该怎么拍照呢？我大家安利两个动作吧，来，我帮你呢。好，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和人娃娃呢怎么样呢？我们可以躲在他旁边，可以很可爱的，然后翘一个小脚，这样拍全身的话，感觉人就很俏皮，然后头靠在他身边这样子。还有什么样说法呢？还有就是和他一起比个爱心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比个什么动作吗？我们可以牵手之类的，还可以就是和他比身高之类的，就很可爱，对不对？很俏皮这样可爱的。他很喜欢我，有没有？喜欢我吗？点头，点头，不点头也要点头，点头高点，然后不小心把他的娃娃头给扯下来了。然后我们这块区域的话，大家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在这边拍照，这边很可爱，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设计在这边。平时的话，女生啊拍照对不对，在这边，然后怎么样可以腿长呢？一定要把脚翘上去，然后脚尖朝下，这样会显腿比较长，然后手撑开这样，可以把半桌在这里，然后靠一靠，然后还可以脚这样内八，对不对？然后人测一测，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要这样正直的。正直的话，拍出来会很死板。大家可以就是测一边啊，这样子啊，就是，身体可以张开一些些，这样整张照片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脚千万不要这样哦，脚尖一定要朝下，这样子摆才会好看。
人可以头歪一歪啊，然后摸摸辫子之类的。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打卡同款照片。猫咪，你真的是不愧是我们的 KOL， 太厉害了。对，平时对这个凹造型凹的特别好。小恩也在这为我拍手，对不对？很开心。欢迎大家过来找小恩玩哦，我们在7号馆安利展区哦，进博会的7号馆安利展区。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给更多人。对，大家赶紧帮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中会发放很多的健康大礼，有我们的安利提供的复合益生菌啊，啊，复是复合益生菌，复合益生菌，啊、生菌还有小蛋白粉，还有以及我们的一个贝利健，随机会送给大家哦。嗯，哎，刚刚既然猫咪你都已经提到了这个小恩有多好吃，对不对？嗯、对，我先推荐你来参加一个游戏。有游戏吗？哎，所有人注意一下，游戏有礼物吗？就是必须有的。哇，太开心了！就是为了给你送礼物才要邀请你来玩游戏。其实想给我送礼物，哎呀，喵喵真喜欢我。只要来到我们的安利展区，大家都可以玩吗？就是、扫码参与游戏就可以了，扫码注册参与游戏就可以。我们在7号馆哦，安利展区。如果在附近看直播的小宝贝，可以欢迎来到这边线下打卡。而且不管你有没有挑战成功，都有礼物。这么开心吗？那我们这个礼物，我们这个游戏叫什么？叫做挡糖挡脂的大作战。哦，就是用我们刚刚的无糖液跟鲜脂乐来看你怎么挡糖挡脂。我先给你挑战一下。好，您站在这边，你看到没有？这是你的人形，对，你头上顶着无糖液跟鲜脂乐，离开他们，对不对？躲开淀粉，躲开糖。还有躲开脂肪，这些就是让你长胖的东西。太难了，就像平时一样，离不开这些东西。定住，哎，对，你看，哎呀，还有3秒，2秒，稳住，稳住，好，时间到，看你有没有过关。哦，不错，过关。哎，躲避障碍8个，恭喜，开心开心。那可以领取到我的专属小礼物了吗？那必须可以的，小心。好，我们往这边走。我带你过去领礼物。我们去领礼物啦。这边请。小恩，好。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Rich and J 的那个吧台。那在这一次的进博会，我们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饮品以及小礼物。那你刚刚挑战成功了这个游戏，对不对？好，你的礼品在那边等着你。我们往这边走。好。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安系列啦，哦、是不是非常的色彩缤纷？其实外包装大家可以看到，其实非常的彩色缤纷。平时放在我们的办公桌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摆设。我觉得一放就是，同事都忍不住要和你套近乎。小宝贝，你这是什么东西？都忍不住想吃一口。对。好了，那先别说吃的，今天呢，你挑战成功了，对不对？你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吧台这里。换取 SS 饮料一罐或者小 N 的这个软糖。哎，我之前有喝过这款饮料，但是我喝的没有看到过这个蓝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是我们刚上市的水平衡饮料 SS 水平衡。为什么叫它水平衡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在大量出汗，就运动完之后出汗容易丢失电解质，它呢就是帮我们补充电解质的。你可以开一下，我可以开一下试一下吗？试一下。有杯子吗？有杯子吗？拿个杯子来给我。哎，我之前喝的几款的话是有带气的，这一款好像我刚刚感觉是没有含气的。对，它是不含气的一个饮料，而且它里面不光有电解质，它里面还有膳食纤维。哎，我感觉啊，喝上去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甜。那它有糖含糖吗？它会不含糖？完全不含糖，不额外添加食糖。不额外食糖，它的话就是完全就是减肥时其实 OK 可以用的，对不对？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缓解就是我们运动后大量出汗啊，以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膳食纤维啊补充进去，对不对？嗯，好不好喝？好喝，很好喝，而且它的外表也很好看。哎，我感觉还蛮解渴的。其实平时的话，有时候我大量运动完的时候就狂喝冰水，其实这是不对的，对不对？而且喝冰水常温的水就是完全还是不解渴，就需要喝到它了，对不对？为什么你喝完水之后还会不停的觉得渴，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呢，你其实没有把电解质补进来。哦，很多人如果光喝水的话，它那个电解质含量不够，不光是不解渴，而且你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要喝一罐电解质饮料，帮你缓解一下。啊，就是运动饮料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好，而且它很好看，我感觉真的很好喝，而且它不含气，而且它不含额外的食糖，就不用担心会发胖。好，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着我呢？还有一个特别的饮品要让你尝试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杯。那这一杯里面呢，你猜猜它有什么？猜猜有什么？哦，感觉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特调出来的热饮。它是热饮哎，闻一下好吧。非常的养生，一闻就闻出来了，满满的菊花香。它是不是菊花茶饮？是的，而且它用的是特别的菊花，特别香，你闻闻看，特别香。你知道为什么它会这么香？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会比你普通冲出来的这个菊花茶的颜色会更清澈，而且我感觉，感觉喝上去有点淡淡的清甜，但是它里面没有含糖，就是完全的菊花充沛的。它就是用菊花加枸杞泡出来的热饮，而且这朵菊花是我们的植物研发中心种植跟培育出来的。这朵菊花还是特别的吗？特别的有机杭白菊。有机杭白菊，是的。但是我一般在外面喝到的菊花茶的话，就是最多的就是那种胎菊啊，普通的菊花，我感觉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泡出来的颜色，完全和它是有很大的区别。就是颜色的话，感觉更加的清澈。而且我之前在家里平时都会养生嘛，就是清养生，一直会泡枸杞菊花茶。我觉得女生还是蛮需要的，而且可以明目，然后加上枸杞的话可以活血。还是蛮适合冬天的。而且怎么说呢，我感觉喝上去一是比我平时在家里购买的菊花茶会有一些些清甜，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干涩感。因为如果我之前有买到不是特别好的菊花，会有一些就是喝完之后嘴巴会更干的感觉，这有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好的种植环境下的菊花。对，因为其实对于中药材的选择呢，其实就要特别对特别提醒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品质好的，它这样子呢才能有更好的发挥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用价值。同时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被硫磺熏过呀，是不是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样，对，是的。所以一定要挑选好品质，然后我们的这个菊花还是做过全基因测试的。全基因测试，因为我知道菊花的品种的话，其实我们食用菊花的话，其实据说有100多种，是在100多种筛选出来的唯一的一款菊花，在我手上。不光是筛选，我们的科学家要从它的种植全程去管控，要从它的一个物种啊之类的，慢慢的一整一条线可以追溯到吗？让我们。可以，待会我们就请研发的专家博士哥哥们来给你解释。好好好，不过我听说今天您是不是准备也给我们大伙？对对对，因为刚刚妙妙给到了我一个福利，让我喝到了特别好喝的我们的一个菊花热饮。然后呢，我想必我们直播间的小宝贝们看了也嘴馋了，要不直接送一波福利，不能只有我一个人拿到礼物，对不对？也送到给你们。那妙妙，你觉得我们这一波的话，福利该怎么送会比较好一下？我想看，你觉得要考考他们吗？可以呀、可以考考他们。考考他们刚刚有没有把我们海外的这些产品仔细的给记在心里，好不好？妙妙出3个题目，然后我们评论区互动一下，答对的宝贝，然后可以领取到我们刚刚所送到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安利的贝利健蛋白粉以及我们的复合益生菌，好不好？随机会送给大家。好，那妙妙讲3个问题，好不好？要想3个问题，好，是吧？首先截图哦。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要送出的是益生菌，复合益生菌，对不对？那我考考大家，在我们纽崔莱全系列的益生菌里面，最后保质期内的最后一天，可以确保活菌多少亿给到大家呢？这个是我的放水题，刚刚我有说有多少亿，宝贝们？有多少亿？会不会是50亿？我因为不小心放了一下水，大家在评论上告诉我们到底是50亿还是100亿，好不好？我们一直播会5、4、3、2、1截图，但是要截到的是准确答案。然后云直播的话会自动挑选宝贝答对的宝贝，然后你会挑出一个弹窗，直接把你的一个自己的个人信息给到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寄出礼物哦。一直播的宝贝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否中奖呢？记得关注我们安利的官方微博，我们之后会置顶一条微博，就今天整个直播中中奖的小宝
贝都会在上面公布，然后中奖的小宝贝赶紧私信我们的微博的小二好不好，私信他微博，私信他。嗯，好，我们100亿还是50亿，赶紧评论上告诉我们100亿还是50亿。好，大家都刷起来了吗？大家都刷起来了吗？都刷起来了吗？咱们手机不在，都刷起来了吗？嗨，宝贝，他们刷起来弹幕了吗？100亿还是50亿？有在看吗？开始刷起来了没有？他们的答案刷起来了没有？刷了吗？已经刷起来了，已经刷起来了。那么5、4、3、2、1，截图了哦。好，5、4、3、2、1，截屏。恭喜你中奖小宝贝，没有中奖不要灰心，赶紧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据说分享可以提高我们的中奖率，好不好？真的吗？对对对，我们之后还会有很多的专属福利和健康大礼给到大家。第二个问题，喵喵想好了吗？哎，第二个问题我也给大家翻个水，问一个特别简单的。刚刚妙妙给大家展示我们海外版的贝利剑，对不对？对。那海外版的贝利剑，它跟国内有一点点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呢？是它把种类分成了几大类。咦，大家这个答案想到了吗？太简单了，真的太简单了。分成了几大类的一个营养素补充给到大家。海外版的贝利剑分成了几大类？我给大家个提示，两类还是三类？大家可以选一下，好不好？告诉我们二还是三，在评论上打出来。我们会5、4、3、2、1截图，然后截取一个正确的答案。云直播的话会自动提取，好不好？嗯。二还是三？二还是三呢？一定要听清楚哦，是海外版本的。海外版本，我们前面一直在安利给大家，认真听的小伙伴肯定会回答出来。有在刷吗？好，已经刷起来了，那我们赶紧吧。5、4、3、2、1，截屏。哇，好，恭喜中奖的小宝贝。好了，马上轮到第三波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啊，我来想想。刚刚妙妙提到了一个，就是可以懒人养生必备的一种方式，口袋营养。对，它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都打包进来了。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刚刚妙妙特地拿出来的那款女士定制款，给女生特别添加了哪一个营养素呢？哦，这个问题有点难。是月见草还是奶蓟草？月见草还是奶蓟草？月见草还是奶蓟草？哎，大家赶紧评论刷起来！赶紧评论刷起来！这个问题真的有点难哎。针对女士的口袋营养，加的是奶蓟草还是月见草？好，有宝贝在评论区回答吗？有可能他们字有可能会打错。对，他们会打错。奶蓟草其实是在国外用的比较多，对对对，对于护肝更有作用。那月见草呢，它提取出来的这个伽马亚麻酸，它是对内分泌更有帮助的。哦，我们喵喵放水了，大家懂了，喵喵放水了，有在仔细听吗？对，是不是月见草？月见草还是奶蓟草呢？是不是月见草呀？大家刷起来了吗？哎，刷起来了，刷起来了。好，我们5、4、3、2、1哦，截屏。5、4、3、2、1，截屏。恭喜这些中奖的小宝贝，但是没有中奖也不要遗憾，赶紧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我们直播间人数越高，我们礼物送的越多，好不好？赶紧点赞分享，然后我们直播间的礼物好会不断不断的发放。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中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所以小伙伴们不要离开，不要灰心，还会有很多的机会等待着大家。刚刚妙妙一直在和我安利我们的菊花的整个种植过程是很特别的，是不是？难道还有很多玄机在里面吗？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有我们的博士天团哥哥们来给你分享。哇，我们先请我们的 Hello 博士哥哥。大家好。